来，宝可梦集幻式卡牌组，今天开两包 S5RF 连几大师一包，另外一包 S6AF 伊布英雄强化扩充包。因为这两包我刚好各剩一包，所以我就来各开一。来开，哎呦，这包捡起来也怪怪的，哎呦，是剪刀的关系吗？哎，这包捡起来就还好。哎呦，是不是连级大师有出怪给洗啊？我们来看看连级大师有没有出怪给洗。来，首先，可爱的卡拉卡拉，很常见的卡拉卡拉，就不用多多介绍了。第二张 AI 管事啊，管家类的宝可梦啊，基础卡。也不用太多介绍。第三张帕奇利兹，这只是我蛮觉得蛮可爱的一只宝可梦哦。第四张天照虫，哎，这张也是可爱型的，一阶进化天照虫。最后一张，等级球，哎呦，这张我记得还蛮不错的哦，我还拿到一张等级球。虽然是普卡，但是我记得等级球，我记得好像还不错用哦。好，来等级球，虽然是五张普卡没关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伊布英雄补充包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哦。来，第一张可爱的虫宝宝，第二张基础卡。算又酷又可爱的索罗亚。第三张，哦，基础的洛托姆，好，不用记太多。第四张，也是普卡，保姆虫，那个应该是虫宝宝的进阶进化变保姆虫，哦。最后一张，梦境球，哎呦，今天有拿到两颗球类的哦，一颗是等级球，一颗是梦境球。我记得球类好像有几张价值还蛮不错的哦，要去看一下。好，今天虽然是五张普卡，但是有两张是我第一次拿到的，一个是等级球，一个是梦境球。来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拜拜。